牵手和平，文化大气新桥。欢迎是北京语言大学和阿斯塔纳国际大学对各位青年朋友的共同心声。北京语言大学长期以来培养了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为代表的80多位外国副总理以上的政要，300多位外国大使，和来自近200个国家的30万名精通中文、了解中国的国际校友，为世界和平和文明互鉴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有一句名言：知识是取之不尽的宝藏。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宝藏人才、精英人才从北京语言大学阿斯塔纳分校脱颖而出，成为交流互鉴的亲历者、亲为书写者和推动者。欢迎大家报考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